立志要出人头地，却徘徊在情感漩涡中不能左右。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心里想的却是别人。我警告你，我不准你碰他。为什么出卖我的人竟然是我的亲弟弟？人生漫漫，世事无常，岁月流去时，什么才是最难忘？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《意难忘》。